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啊！各位一看啊，就知道哇，这就是昨天啊，非常圆满啊，一个温馨然后充满着感动感恩的一场生灵的飨宴啊。真的我还是到现在呢，我还是很难怎么讲，很难说出我心中的感谢啊。这种感谢也不是言语可以去表达哦，这是太多太多的感谢。到最后呢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谢天谢地，但这个时候我反而觉得无语哈，我不知道怎么样讲啊，因为就像师父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做事情的一些原则在佛光山啊，那第一个就是集体创作啊，当然我看到来自渥太华啊，我们本地的义工而且渥太华本地的义工其实承受着是蛮大的压力，是第一次见到所谓的佛光书院，第一次就要去承担有一些不管是组长呢组员呢那都是第一次那所以那种用心投入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抱着一种要传承的心，抱着一种要承担的心所以我是也很体谅也很心疼渥太华的义工，是变成是要快速成长但为了照顾未来的新道场也好为了要在短时间内跟着多伦多资深的这些组长级的义工他们的指导，然后要能够这样衔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有挑战我看着他们必须要快速成长那种坚持很辛苦但是要坚持下去的那个我看在眼里不管是各组，这张照片里头主要这个还是不是全部是点座组在我们嘟嘟师姐的带领下在有望法师的带领下真的很，我真的讲很辛苦那用这张代表佛光书院，当然主要很多画面我看我们韦天师兄也拍我们肯定师哥也拍肯定师哥的照片好精彩，我用的这一张就是肯定师哥那边提供的那总我想看看哪一天完成就哪一天跟大家分享，非常精彩每一场佛光书院，它有除了是用餐它有节目表演它要抽奖它要拍卖加上我们有一个大型的精品义卖会所以所有包含最整个贯穿的是所有是义工的精神，义工的努力这一些整个串联起来的一场这个盛宴所以各位听我今天讲有点语无伦次因为要感谢的实在太多那我只是看着各组都辛苦，你像行堂组也是一样第一次行堂组David 师兄韩居士兰芳一起来指导你像节目司仪组Betty当然指导小王伟热情相挺那我们本地云燕师姐啦，还有新生代的傅彤凯晨这个总之我想 组别都不是只有这样，就像前一天机电组这个金刚组交通组这些那在之前呢文宣组美编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 Josephine 师姐各位看到佛光书院四个大字吗这个不止这样还有好大的道场外观的这个整个大的展示图包含这个功德榜所有的名字要呈现而且
Josephine 师姐一定很了解，也很感谢体谅我们。常常我们都是last minute。最后一秒钟，然后说哦，现在拜托你了，我档案寄过去了哈。他印了之后，他还要拜托人哈，一大早要赶快赶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到哈啊，这些这就是Josephine师姐真的也是辛苦了哈。人没有来到，但是所有的付出啊，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哦，这些印刷品就是Josephine师姐帮忙的哈所以真的。包含动土典礼那个红色的木桩上面要包的那一层字通通都是所以要感谢的我要讲呀，就是太多了太多了那所有这些把它化为我们继续在建设前进的道路上化为力量那一直持续向前还是一句大家辛苦了从昨天当天昨天当天最早当然有望法师带着点座组嘟嘟他们早上四点钟这个进场开始忙其实在前一个星期前一个月不断的前几个月跟嘟嘟开会也好讨论这个 menu 怎么样都试做如何嘟嘟亲自来到现场两次勘察也好确认也好好多总之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昨天圆满了真的很好。我相信参加佛光书院的我们的朋友们一定都在昨天的午宴当中这佛光书院当中得到内心一种浸润的用那种慈悲那种感动的好像洗涤一番受过这种感动的那种浸润过的心灵再出发的那个力量又是不一样的尤其义卖会我看到在现场那个是静态的那个义卖区也是一样大家很热络在帮忙那现场动态拍卖我们 Betty 老师要我讲话他都知道这个我是很难讲得出就是因为大家的那种热心想要帮忙建设的有的跨国在追这个竞拍包含赵旭法师我都没想到他最后他给了一张支票哇我一看都吓一跳我说你自己不是都那边要建设吗你们先就是有事到场也好我们所有的人也好所有义工真的我只能讲谢谢我其实录影的时候时间很晚我跟谢里讲不好意思一些事情处理完赶快录个几分钟各位听下来其实讲了几分钟也就是那两个字谢谢真的只能讲谢谢好了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不然谢里要花很长时间了到这里先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